谢谢你们今天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商学院的这个竞赛。我们都知道哈佛很有名，对吧？哈佛的商学院很有名。但是如果你们知道这个安省，我们加拿大这个在就是这个伦敦这个 Ivy 这个商学院案例也特别有名。刚才那个人在上面就介绍，所以呢，今天有大家有这个机会，是一个好的消息。希望今天的这个 Press Conference 你们听到这个以后呢，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有兴趣的人来多了解，然后让他们真正的参与进来，在这个 program 里面呢，他们能在这里面成长。希望他们能成为一个下一个真正的商业领袖。这个商业的发展就会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好的作用，所以这位政府安省政府也非常非常重视这个人才的培养，所以这个祝愿今天我们的活动圆满成功，谢谢。